演讲是这边请到龚文道龚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休息时间到，我困着。有啦吼，有歇困着，精神较好啦。袂啦，台湾学功课吼，袂爱困啦。我学演讲，演讲一边表演吼，一边讲啦。安尼较趣味，吼，安大家较有精神淡薄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学要继续来甲咱先生探讨哦。即、這个大智度论吼，各位先生，咱即摆爬起来到第几楼啊？三楼，虽然不一定爬起来吼，但是爱拍拼吼，一楼爱爬起来吼。啊，第四站楼呢，这个解第一义吼，这个境界吼，不是那么容易理解。啊，但是上面叫解第一义吼，在佛家里面呢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吼。在楞严经，它就讲叫圆解。圆解法，好，那《金刚经》呢？就说啊，后面不要再写了。看，看天一看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。阿耨多罗。嗯。给我的气。什么叫解第一义呢？各位先生，其实就简单，叫做成佛的决心，成佛的决心。真叫成佛的关心，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各位先生，咱敢有发菩提心出来啊？有吗？真正的发菩提心吼、哦，不是讲我发心想要修行咯，不是哦，迄叫做发心想要修行。真正的发菩提心是，我已经发出我想要成佛的决心。而且成佛够足困难，听起来敢那足困难。因为菩萨五十二个位阶嘛吼，我第一个咱爬到五十二层吼，听下足困难吼。各位敢知影？咱的释迦牟尼佛呢，伊伫咧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了，伊就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讲奇哉奇哉，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听起来，听话人无贵啊！咱好像讲啊简单诶，讲哦，够奇怪诶呢！原来所有众生都有佛性诶，原来所有众生都有佛性，只是因为梦想执着，所以你甲我无共款呢。执着，执着，好，执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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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有个感谢。所以你甲我无共款，但是。你教我不是你教我啦，是咱教释迦牟尼佛啦。啊，差哩到梦想执着。对啊。嗯、啊，但是所有的众生啊，讲记载记载，所有的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所有的众生拢有佛性啦。佛性，佛性。各位先生，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，平齐。同款，唔卖讲同款啦，平齐平等。你的佛性交你隔壁的邻居平等，因两个佛性嘛平等，啊唔是安尼尔哦。咱的佛性交念传师交真人的佛性平等，咱的佛性交这个外佛观世菩萨弥勒佛平等，你敢要相信？各位先生，相信足重要，因为所有的经典拢是要叫你爱相信。咱若无相信释迦牟尼佛，无要相信经典，其实咱会产生足济足济的疑惑，因为你无要相信嘛，咱无要相信，咱就无法度进一步。所以伫这个民国初年哦，或许忘记他的名字，有一个佛教的高僧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哦，信到哪里，你才能修到哪里。嗯，
你相信到什么程度，你才有法度修到什么程度啦？啊？天啊，修天道，天道。你信啊？你相信到什么程度，你才有法度继续下去？你若能相信到安尼，你才能修到安尼。所以有一教好学弟下好，第一了，因为好学会邀请学生来开心团来分享嘛吼。啊，学生的做较了解好学会老师，我感觉你有够迷信嘞。伊若好学会老师，我感觉你有够迷信。我好学人问啊，请问啥物叫迷信？伊讲啊，你开足侪时间伫分享。你哪会不爱交普通人同款，带恁太太去佚佗？迄阵还袂有好，还袂有租囝。你哪会爱带恁太太出去佚佗？你哪会不爱去吃大餐，去做啥？去做啥？去做啥？你哪会一天到晚拢去饭店啊？我感觉你开伤侪时间哩，你太迷信了。安尼讲对，学生安尼讲讲对。一般讲起来，安尼敢若听起来好像很对了吼，但是后续就咱问讲。你的所以你的迷信，你的迷信是因为我开伤侪时间，所以叫做迷信，对吧？好像讲你搞足介拍电动玩具，你讲有啊，老师，我特感觉我开足侪时间拍的，你上迷信。你搞足介趁钱，有啦吼，你上迷信啊！你不应该开的时间去趁钱啊，你得应该去开钱，趁啊侪要创啥？所以学生，这个学生的观念就是，我开伤侪时间去奋斗，叫迷信。应该不是安尼啦吼。或许就来讲，我讲老师跟你分享哦，我不是迷信。什么叫迷信？迷信就是你唔知影是安怎，你要安尼做，但是你却一直安尼做，这叫迷信。敢是？我唔知影是啊，我要去出巡，去造进，但是我就对大家去造进，叫迷信。我唔知影我来佛堂要做啥物，人卡堂来叫我来佛堂，我就来佛堂，安尼叫迷信。奇怪，那差侪人去造进就迷信，咱来佛堂就无迷信。其实我就来讲，都迷信。差伫差伫倒，因为咱有咧开课，有咧讲经文化，所以一开始我无明理的情形之下，拢叫做迷信。但是我慢慢啊来听经文化，来听，慢慢啊我的头内底愈来愈侪物件，愈来愈明理，愈来愈共鸣了。我知影是安怎我来辅导，任务。我来辅导要做啥物代志，我愈来愈清楚，所以我就愈来愈愿意啦。安尼就叫做正信，我就一点都不迷信。所以好学生，好学生讲，老师不迷信，老师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开足尼侪时间去做我认为对的代志，安尼讲对。对的，各位先生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现在是迷信，还是正信？正信啊！吼，啊，那正信，咱得爱了解呢，咱来分等。最终的目标是啥物？成佛。最终哦，上尾啊一个阶段是啥物？成佛。成佛啊，各位先生。成佛啊！好像有一道交浅浅在开讲，好像无。借钱先的，借钱看眼色。请问为什么你这辈子要来佛堂修行？为了什么？为了我自己呀。啊，为了自己怎么样？我也希望学佛嘛。啊，学佛，修持自己去离弃烦恼病，然后改变我们自己，别人也不会。让我们受影响，然后他也会跟着我们改变，帮助别人。那这辈子你的生命剩下一点点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要来学习？你这辈子如果结束的时候，还是一样啊，跟着学习这条路上走啊。啊，
所以如果我归空了之后，我求的到底是什么？各位浅浅，咱这世人来分的来修，咱浅浅讲了真好，我来给他掌声。我会刚刚这个浅浅他务实，真叫他务实。伊会打来讲哦，我今摆爱做啥，我今摆爱做啥，我今摆爱做啥，一步一步一步安尼讲。嘿，有一届吼，好学的吼，我那浅浅，我浅浅讲，我这世人来修的规定，我要回去。嗯，回去啦，回去哪里？故家乡。回去离天，或回去弥勒佛的身边。嗯，对吧？阿后雪跟他们讲，你回去了就成佛了吗？各位浅浅，这世人呢，回天了之后就成佛了吗？还没。好，那后雪就问这个浅浅一句话，请问你回去之后，接下来呢？你回去天上之后再来呢？在天上学习，啊，然后呢？成佛。哇，叫化学蒙的还是？各位浅浅，这个就是还没有到最后阶段，还没有啦。因为他求的就是我这辈子求完道可以回天，他把他的目标设定在回天。但是重点就来了，各位浅浅，回天之后呢？等起了呢？我就开始叫生命赶快跳卡来去求嘛，底下享受我的福报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嘛。你若是安尼的阶段，你不会是究竟圆满，你还是落入在天人福报去做修行嘛。啊，生命还在天道呢，天道哦，他还是去，还是要六道轮回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跳脱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让他来修行。但是修行的目标，你如果又只有把它定在回天，太可惜了。所以答案讲哦，那修行的目标要把它定在最后的那个目标，最后那个目标叫做成佛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一去。一去的黄美，哦，去面见五祖的时候，他跟五祖说什么？我不求于物，只求成佛。为求做哇，那个心啊，他讲的他就是佛了吗？不是，那个叫信心。我的目标是准备成佛，为了信心，过程。五年、十年、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在这个无限生命的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最终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成佛。何先生，难道我有点决心？何雪卖一下文字游戏，何雪问一下，请问《金刚经》在哪听？父亲在讲《金刚经》对吧？嗯。请问《金刚经》出现最多次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？金刚经有四千九百几字，出现过上济道的一句话是这一句话，不是？出现过最多次的一句话叫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，这是背吗？所以金刚经在甲咱讲咱啊发心的，啊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无上正天海。各位先生，不用去玩文字游戏，那个当成一句话叫做英，叫做国外的语言，那个印度话啦，那个梵语印度话，翻译成中文，那它简单呢。阿耨多罗叫无上，无比一个较好诶，无上无比一个较好诶叫阿耨多罗。啊，三藐咧叫正等，所谓的圆定。三菩提咧叫正觉，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？成佛，就是佛啦，各位先生。你若讲哦，干那咱中国人喜欢精简，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，成佛的。
觉醒。哦，所以你看啊，释迦牟尼佛他悟道成佛之后的第一句话，他就告诉所有的人，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都有佛性。然后来继续讲经说法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一直讲讲讲到最后，请问最后讲什么？讲《法华涅槃》《法华经》。嗯，而且《法华经》讲，或者真的很讲，所有的佛陀出世都是为了讲《法华经》。嗯，《法华经》的重点就是告诉所有的人，注意听哦，这句话很重要，《法华经》从头念到尾哦。要念四个小时才能念得完，还有四点钟就等了一头天，但是这头天回归到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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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很核心，就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众生最后一点成分，而且你敢要相信？相信相信，信听你会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阿浩雪讲的哦，你信到哪里你才能修到哪里，如果连你自己最后都可以修行成佛你都不相信，那你的修行它就只会停留在半途。那可能接着说啊，我不要说到我这样说，我以后的心不想控跟补，那个叫不叫干高自大，不要说金刚经释迦牟尼佛这样说，一共复起三密，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、不狂于者、不异于者。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就讲什么，所有讲的话都是真实不虚的，这个才叫经典。所以经典里面讲的东西没有假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一就说一，有恶就说恶。所以你看父亲也常在讲金刚经嘛，很多时候呢弟子在须菩提在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，这个须菩提莫作是念，是像你这样想的哦，你不可以这样说哦，甘是啊，不然他就说须菩提如是如是，对对对，你说这样就对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个性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是就跟你讲是这样，不是那跟你说不是这样。所以《法华经》最后最后的重点就在告诉我们所有修行者的众生，最后必定成佛。他开始受记有四个时期嘛，第一个时期只有舍利弗悟道上去，第二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怎么说？听到法华句、法华经一字一句的所有众生全部总受记，什么叫总受记？就是你以后每个人都会成佛了，这个叫做解第一义谛。嗯，修行最后的那个目标也是修行的第一个发心，浅浅发心哦，发 最大的那个心，再来呢如实的修行，最后证得最圆满的境界。所以或许最近在看这个《华严经》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哦，这个很好看，跟他告诉我，他在讲善财童子呢，他去跟五十三个修行人去询问、去请法，怎么？菩萨怎么修？哦，菩萨要怎修行这件代志？善财童子解听吗？善财童子他每去一个地方，去跟这个比丘尼、优婆尼、优婆尼菩萨，不管什么，哎，他只要看到一个人，他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菩萨你好，我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但是我听说你的。菩萨的那这个法门修得很好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应该怎么去修？他不管遇到任何一尊他要去请法的对象，他一定是先跟对方说：“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”二行先生，有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嗯，愿意发哦，
或是你已经发，就代表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愿意去承担所有的过程。嗯，愿意愿意啦，嗯，愿意去承担，因为我既然要来学佛，啊，我就爱愿意去接受这世间所有的代志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缘起法嘛，这本来就是因缘，因缘生就具足嘛，因缘灭它就结束了。这是这个贵点嘛。我们修行哦，卖大一小量就复杂啦。各位先生，没有啦，没有很复杂，就是你的心把它发出来，你愿意去跟着这个团队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愿意去听从别人的指导，愿意去配合这个大团体的方向，愿意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指教，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你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都没有关系。各位想想看，我看过《西游记》，嗯，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都知啊，有上有唐三藏，有孙悟空，孙悟空，有沙悟净，沙悟净，够一个猪八戒，猪八戒。各位想想看，知啊，这四个人吼，一开始。哪有一个人知影伊要去做啥物代志呀？当然，敢是这四个人一开始啦，哪有一个人知影伊要去做啥物代志？其他三个人拢是戆戆对咧行的啦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要做，咱敢是唐三藏？前人家，给传世的龙兵，这个是唐三藏啊。唐三藏，因知影因要安怎做啊，因就对咱往前去行啊。啊，咱呢，戆戆啊对咧行啊。啊，愈行哦，愈明理呢，愈行愈明理啦。你看像孙悟空，伊该咧行的阵，敢是虽然伊足厉害，但是伊的脾气毛病足大啊。啊，老迄、那个伊个师傅吼，同唐三藏无伊法度，所以就当套一个紧箍咒。啊，伊若无乖吼，就那念的念心经，念经紧箍咒，哦，够听，够听，够听。各位先生，迄嘛爱孙悟空无伊愿意呢？伊若无愿意的，我对伊算哪呢？敢是各位先生？你若无愿意修行，你嘛无要对阮算呢？你咧家己家己，等于从天上较实在，因愿意啊，所以因愿意接受别人予伊的指导，吼、哦，但伊讲你安怎做会搁较好，啊，你若无好，我变安怎甲你甲你调整，愿意啦。啊，卖讲孙悟空、猪八戒的问题，敢是搁较大？第八界的问题，敢是更加大？好吃懒做，看到周瑜那个蛇蛇，对嘛吼？啊，分段，无想要做代志，啊，食物件就抢第一，啊，碰到代志就闭后边，这个第八界。各位先生，有时阵咱也做是第八界，咱靠小花的，咱的心啊。有时先，有时做嘛，做先第八个。哎，那付钱的讲啊，咱爱上吼，所以人要做啥物代志，够人愿意。这个时阵吼，卖讲安尼好学来问题吼。等一下呢，好学要请咱所有的前线吼，请一个前线起来，大家点心得分享三分钟。嘿，愿意的请举手。这个时阵吼，当然，迄就是唐三藏啊，迄卖讲啦吼。这个时阵吼，咱就会发觉一个问题，本来安尼对无？即句话讲了拢变安尼，卖哭啊，卖哭啊，你哭袂着我，你哭袂着我。特别代志就变右边，哦，啊，若要吃饭吼，就走第一，啊，当然咱无啦，哦，个性咱无安尼啦，啊，所以，但好像甚至想要大家真正讲吼。其实，咱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哦，咱一开始其实咱拢唔知影咱要做什么代志，拢是对这个
已经知影要去行去倒个前线往前走，越走越明理。有一天，咱也会变唐三藏，啊，发成佛的决心，把它发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我们的佛妈妈哦，跟同学说，从诶，你别当一句话讲两点钟啦，爱讲的嘛是爱讲的，所以同学要来讲爱讲的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来讲下一个阶段。那我们讲吼，咱是白羊弟子的修行次第观。那既然咱是白羊弟子啊，各位先生，弥勒菩萨、弥勒佛是咱的祖师，弥勒佛是咱的祖师。请问诶，咱敢知影弥勒佛安那修炼诶？嗯，这是。刚才到底了解？是我。哇，那呢？哦，救星，那不是咱的祖师吗？咱咧看武侠小说哇，什么武当派、少林派，迄到有家己少林派的功夫拢无要学的，然后拢去学别人的功夫的到无啦，各位先生。伫这个佛堂吼，伊开足侪足侪的课，足侪的课，有必修一定爱去修的课，有迄选修，就是。有啊好，啊无啊好，啊有加分，啊无嘛无要紧的课叫选修。后续叫咱各位先分享，弥勒法门就是咱的必修课程。嗯。弥勒法门是咱的必修课程，一定爱去修诶。你敢有迄家己的代志拢无要做，然后拢在伊做别人的代志？像好像伫大学咧讲咧教册咧无，好像教电机科啦吼。敢有迄电机科的学生，电机科的课拢无要修，拢一直去修别人的科目的，安尼敢会毕业？袂毕业啦，个先生，袂毕业。啊，所以咱既然咱拢知影，咱是培养弟子。咱是弥勒祖师的弟子，弥勒祖师安那修行，袂使唔知啦，哦，袂使唔知啦，所以今仔来，伊的法门有足济，各位先生，弥勒祖师他提出的法门很多，或许要看单单哪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先来讲哦。这弥勒菩萨修行五个位阶。第一个呢叫思量位，这个一样有它的次第性哦。第二个叫加行位，第三个叫见道位，第四个叫修道位。第五个叫就近位，好，各位阶段来，各位念，这五个阶段同款哦，无人去对伊老跳去落楼的哦，无哦，所有的修行哦，各些拢莫去想讲，我要对伊老跳去落楼啦，啊，后续感觉我们比较欠缺都是。无人带咱教，咱一步一步怎么去修，没有人教我们这样，他只教我们一个大方向，其他的你自己来，太可惜了。所以经典里面，经典内底伊就给咱教了非常的清楚，你一步一步行，一步爱做啥，一步爱做啥，一步爱做啥，一步一步来，你教了非常的清楚，所以。学佛修行无读经典，唔知影要安怎做，这是最重要。啊，各位先生，若无想要听经典，若无想要家己看经典，请咱来听课。因为讲师帮恁准备好啦，甲恁分享安尼较紧。哦，嗯、啊，好，先来甲咱先分享。第一个呢，弥勒菩萨一旦一开始发菩提心，要去修行进境。伊大家己讲哦，我爱修思量位，什么叫思量位？叫做修行进境的准备。各位先生，
等一下结束了吼，咱所有的浅浅，咱拢坐游览车来爬玉山，3000几公里的玉山，敢好？不好。不好，啥那不好？无准备啦，各位浅浅，体力也无好，装备也无好，啥物拢无好，啥物拢无准备，对吧？所以我要去爬玉山就有困难。啊，咱想一个哦，你若要去爬玉山，你应该要有啥物装备？迄山真足大个，对无？至少你爱买一件袂足重，但是会防寒的衫裤，对无？爱穿啊，拐杖够爱揢，哎啦吼，拢备出一件拐杖爱揢。啊，若爱啥物？好个鞋啊，够爱穿。迄袂使穿拖拖个，着要去爬玉山个，你着穿甲。参加五千米的比赛哦，装备啦做好哦，所以装备好哦。第二个呢，你敢爱炸一寡食的物件，巧克力、香蕉，哎呀哦，你袂使讲我要去爬山，结果我炸啥物？炸啥物？泡面，小点山顶那有烧水，互你泡面啦，而且我得光好了。炸袂使，哦，爱炸一寡迄个粮食咱食吼，啊来咧，敢爱平常时的训练，哎呦，迄3000几公里咧，唔是，3000几公尺咧，是开玩笑咧，迄平常时呐，我咧练气面咧爬遐尼悬吼，你可能爬去，迄咱去爬山拢爬经验嘛，开始爬1000公尺，哦，够忝，我想要倒去啊，该当摆倒去咱行，咱来走啊，敢有？而且你去爬山，敢是拢安尼？无咯，我是辛苦变做成这个人。哦，够忝的，你连他爬100公尺的，我够够忝，该当两天啊，我讲我也袂使啦，而且，所以爬山爱有爬山的准备，修行敢爱有修行进前的准备。嗯，哎，修行进前的准备是啥？心观思量会，叫做。信念性，地灰，哦，地灰，嗯，加福报，对，加福报，嗯，加福报，叫做福慧双修，福慧啦，双修，各位先生，或者跟我讲的哦，你的福报无够，请问你够机，你够环境通来互动修行？福报无够，你无环境来运动修炼；智慧无够，你无想要行入来运动修炼。嗯。所以，迄个明人祖师就来讲哦，思量会爱修啥？爱修福报跟智慧。福慧爱双修，各位先生，咱够福慧双修，有啦吼，有。啊，但是够必须习惯。咱咧佛堂修行吼，足重要的观念，叫做咱爱把知识变常识，常识变习惯，习惯变。个性，郭先生，这就是咱修行的次第观。咱爱修达地心变相心，来好学咱问一下，请问骑车看到红灯，爱当冲过去，还是爱停下来？停、嗯。你敢爱想？唔免想嘛吼，看到红灯，你就会自然停下来。这叫相信，对啦吼。嗯嗯嗯。哎，咱回来到厝，看到涂骹有迄落垃圾的，有一罐迄落保特瓶，恁母呢伫涂骹，你敢会去拿捡起来？嗯。真拢袂，讲真呢。敢是？对啦吼。是安那，这叫做常识。
这叫做地上蛇，那你敢知？请问十几组长看到毛特平涂骹，敢知影要喊捡？会啊！啊，蛇也不爱捡啦！这叫做常识，知影不爱做，知影做袂到。这叫做啊，这叫地上，这叫常识，知影去做。所以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爱先第一步，接下来就重要。第一步，咱来先达地心变相性。是安怎变相性？请问诶，过去咱一开始来学佛规礼节，来学文的时阵，敢是嘛咧学地心？但是到今卖浅浅，敢卖去甲你教，还是你家己当做？家己当做。来教佛堂，敢卖教人提醒，免这个相性。啊，咱郭先生，你这个保护到必相信啦。有的有，有的还没有，还没有的建议大家，你爱一点爱想办法吼，迄、那个地心爱一点爱必相信。相信的，恁想遐尼济，一得一得。像后学，这个不抱怨所还，这个地心，假那因为当着代志。也是会抱怨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道一道的练习，一道一道的练习，练习到尾啊，够有可能以后我遇到代志，我不会抱怨，迄个必尝试。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有足侪的方法，一定爱去努力，努力的这个方式就是让你从知识变成。尝试，各位先生，在行滚水，行滚水也咧比基，哎，就代表啥物？滚啊嘛，啊滚啊了，各位先生，你敢会用手去打滚？是啊，会疼，迄囡仔敢会用手去打滚？会哦，会，因为伊毋捌。啊，唔怕赶紧啊，大家，跟你讲哦，这烧水哦会烫人哦，摸会受伤哦，会痛痛哦。结果咧，后一头，囡仔啦，敢真正会烫人，我无看下啊。敢会？这叫囡仔，叫囡仔。有得教啊，但是伊就偏偏啊无要相信啊。各位先生，佛堂来听课，拢带恁讲以后，恁拢会成佛啊？我袂相信。拢带恁讲恁敢那做啊？我袂想要相信。我偏偏也无想要安尼做。安尼到时阵受伤的是啥？家己个。家己啦，各位先生。咱既然拢选择来佛堂参考，不就是安尼吗？对嘛？来参考爱修啥？修五戒，爱心实身。什么叫五戒？来背一下，五戒：杀、戒、得、淫、戒、妄语、戒、饮酒。敢有烧酒？敢有烧酒？有啦，爱烧啦，各位先生，爱烧。啥物爱烧？这就是佛陀教咱戒规矩、戒律啊。戒律哪有遐讲？我无想要烧就无想要烧。咱来想一下，当初释迦牟尼佛城要把戒律定下来，伊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代志的方界，你修行啦。迄天阮有一个别个同咱伊个是别个同个一个学姐吼，伊来讲后学，讲从未认真。那个为什么吃素不能吃植物？吃素食啊，吃素食吃哪，吃哪会当吃肉，袂当吃植物，也袂当吃五辛，袂当吃葱、蒜、韭菜、洋葱，吃哪袂使？袂使吃肉。伊当好起来咧问啦，伊讲哎，医学报道讲，迄蒜头真好呢，迄韭菜真好呢，啥物真好呢？是哪咱吃素食袂当吃迄？哎呦，我分对嘛吼？哎，伊当好想讲，啊，是哪吃素食袂当饮酒？人就讲，困进前啉一杯红酒的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身体做一健康。
假那袂使，我先假那袂使。乱性，是乱性。啊，对我穿长途。好一个拖着时间哦，歹势，就好个乱性。当初释迦牟尼佛定下袂当饮酒的原因，是因为出家人饮啊，出家人饮酒饮伤济，所以酒后头前去世界拢会翻掉，所以释迦牟尼讲袂当定，袂当饮酒。啊，好学吼，迄间就用这种方式，把阮的好学姐姐的女儿，哦，迄读册足厉害，迄知识足好，比好学更加好。伊就来好学讲阿姑，那我就不要喝太多就好啦，喝太多才会提酒效啊，我就喝一杯就好，我就不会提酒效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他说怎么会控制不了，我喝一杯怎么会控制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阿你讲干掉做掉呢，我或许叫伊坑到你呢，我讲你好，我想一下，或许无遐尼好智慧，我想一下，我连刚开跟你讲，结果有一届吼，就是结束了，或许就安尼，就继续工作啊，只是忘袂记啊。突然一间哦，或许想到呢，或许想到要哪讲来讲，正常的时阵吼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控制家己，正常的时阵。对吧？对对对。但是上惊的就是当着无正常的时阵，什么叫无正常的时阵？少年的就叫失恋啦，对吧？啊，其他的趁钱破产啦，厝内底有人突然归空啦，吼、哦，这种种的足大足大的问题产生的时阵，请问你这阵你的心够正常？你无法度去发泄你内心的迄种情绪的时阵，你平常时若有饮酒的习惯，请问你这阵敢会饮酒？嘿哦，敢会一杯一杯？敢会饮到家己醉茫茫？嘿哦，但是你若平常时一点酒你拢无要碰的，拢无要插的啦，这个时阵你敢会去饮酒？没，是今物我要来讲的，就是这个时阵啦。安心人敢知影？唔是当你讲吼，我饮一杯无要紧啊，安尼就无叫做戒律啦。就是连一点点啊拢袂使啦，即卡叫做啊无戒当讲我去食嘛吼，我一点点啊无要紧啦。敢有？会过先生安尼讲嘛对呢？饮酒会当饮一点点啊，我食嘛是啊无爱食一点点啊。我去偷窃物件，是安那？我去偷窃十块，我要去偷窃一千八，我偷窃十块，我紧吧，敢会使？会使嘛？安尼先生够了解。既然伊是戒律，就是一点点啊拢袂使，他叫做戒律啦。那会使的话，是天罗地网，点这戒律要做啥？是嘛吼？啊，道先生大好水工，爱了女人。女生吼、哦，生囝了爱补一下，爱用啥补？用酒落去补。科学家先生不建议。啥啊？你清口了，恁祖囝嘛清口啊。先生把科学来讲，迄无要紧啦，迄生迄落生囝吼，迄另外一回事啦，迄无要紧啦，迄平常时袂当饮酒，这阵无要紧啦。这袂啦。到了金科先生，奇怪呢，咱拢帮家己找一个借口呢。实际上，你的经典，实际上你的概率就是定在遐，但是咱无想要去遵守的时阵，咱就会想足侪的方式去，无想要遵守。你的修行够有良心。我想这句话这段上简单淡薄啊吼，但是好学一定爱甲咱各位先生讲到这，吼、哦，真嘞，真重要吼、哦。啊，来，咱坐下来讲哦。所以呢，咱要修行就要资粮位交啊，资粮位，咱爱去修咱的智慧交福报，爱从知识变常识来。好学要开始来广告时间，请各位先生，你敢有布施的习惯？
不如啊，我也爱戴毛巾。请问你多久度试一次？天天。哦，这个有接收到，接收到福音化的资讯，不错。嘿，爱从知识变尝试，所以你爱好你从尝试变习惯，所以你一定爱有一个物件，好你养成好习惯。所以布施的好习惯从哪里养成？从福田铺满了，讲。这广告时间哦。或许觉得这个是关由那个一心油田团师台湾改啦，或许刚刚油田是脚地炉。伊讲哦，从会你去做一个铺满，或许第二次做铺满的状况。伊讲哦，做铺满，帮助所有的修行人养成布施的好习惯。你看到伊，你就无家己的人地啊，32元，六几块，2元就好，30元等下出来买一杯凉的啉，敢会使？会啦，可是无人叫你一步施就爱1000元、2000元、100万无啦，2元敢会当布施？会啦。问一下吼，我经理还袂答阮讲这个福田铺满进前，或许答阮单位前员工，请问各位前线布施重不重要？你看讲重要，请问你一年布施几次？一次，哪一次？新春月那一次。一年就布施那一次，或许讲安尼唔对，想到唔对，没有养成布施的习惯，所以。但是各位前线，无福田铺满的吼，请一个东西，放伫你家的客厅，放伫你的什么所在，放伫你的房间，看到伊，你就望落地啊，2元就当2元，12元就当2元。啊，我有学生愈厉害，伊学生无钱啊，啊，伊就想要布施啦，伊就安那，伊就用200元去换200元的放铺满的边啊，大家就。看了讲一块拢两块安尼啦，安尼够有智慧。哦，我感觉这学生真有智慧的呢。伊搁知影含有用一招呢，伊知影伊无遐多。迄下万一无小心，甲底下银片存1000元落落去，一礼拜免过生活，看免看遮好。所以就知影吼，用方法。啊，各位姐姐，是安那个布施？布施的得福报，施粮会福报。有一道伫即个美国的一场法会，都有牵涉到这个部分问啊。老师，这个慈济吼，主祭吼，因主神做了有够好有够好个呢，啥那咱一贯都无爱来学主祭，嘛来做遮尼济主神工的工课啦。啊，这个老师安怎讲？公共道理啊，主祭遮做个工课吼，咱进前拢有做过啊，所以咱即摆较有迄个福报甲智慧，会当坐伫遮来点闻即个大，迄、這个一贯大道，会当来修办道，对无？咱拢听过即个故事嘛，但是尾仔迄句咱拢无听着，上尾仔迄句，即个老师来讲，但是吼。布施的福报，真正有做过是真正的代志。今摆恁嘛爱认真做啦。或许用一个比如，前前刚退休啊，退休啊无收入啦，对无？啊，就是有欠偌济，用偌济呢？安尼，敢会烦恼一天用完？袂安尼，表示欠足济。我来开玩笑。开玩笑，因为你无收入啊，你伫拢咧支出啊，你会烦恼呢。各位先生，咱的福报敢会一点啊一点啊把咧支出？所以伫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，出一边支出，你爱一边有收入呢。所以你的福报嘛爱一点一滴拢一直累积呢。福报愈侪啦，哦，好像头我讲的嘛，咱对。对全凡无圣，怎么能反业无信业？进入到以凡养圣，什么叫以凡养圣？我一边做工课，
我工作很重要，有家庭，有生活要顾，啊，我有时间，我出来学堂修炼，这叫以繁养盛。啊，慢慢啊嘞，福报愈来愈多了，就半繁半盛，一半的时间用在学堂，一半的时间用在道场，叫半繁半盛。啊，那福报搁愈多嘞，各位先生，叫做以盛养繁。什么叫以盛养繁？就是你唔免做拍拼去做工课，但是你的福报就一点一滴一滴拢入来。敢有这个啦？有啦，咱道场有足侪的前辈就拢安尼啦。少年拼啦，有无？啊，老啊了，少年就变互咱用。这叫以繁以盛养繁。或许刚刚或许做福报就是安尼，因为或许开始去做种菜卖菜。我想我的菜一公斤卖800块，我想他个歹去，去吃迄800块的菜，所以菜就歹卖。啊，但是后续刚刚做好报，以后续拢无咧走业务，拢是人一个报一个，一个报一个，一个报一个。所以后续的只要做工厂内底工课就好啊，业务唔免上唔免走。所以后续做感谢天公赐的，我觉得我达到吼，我调第三等的互相鼓励哦。感谢天恩师德，今礼拜灵修搁空啊！大礼拜拢在感谢天恩师德啦，以前啦，因为大礼拜灵修拢空空。这个以圣养法，上盖好的是啥物？像咱两边的连传师，叫咱家退休的前前赶快，叫做全圣无法。哇，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要去帮办道场，所以龚老师打他刚刚讲，一讲吼，在世我不如你们。但是死后你们都不如我，感谢这个经过我告诉我得力。在世的时候我不如你们啊，你都穿金戴银，都吃好穿好用好，啊我嘞破衣服破鞋子破帽子破扇子，我不如你们。可是死后嘞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统统不如我。啊为什么？因为全胜无法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两位，所以浅浅要记得哦，福报从哪里来？福报从布施开始，养成好习惯，每天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各位，你一天布施一道，一当你的布施365道，交较早咱拢阿未有福田不满比起来，我一当布施一道，请问来我。365单靠人一般的功德，安尼到底对众较好，当然是大家布施较好啦。哦，各位先养成好习惯很重要。再来呢，怎么养成智慧的好习惯？各位先到每天在诵经，每天在诵经，布施得福报，那个布施得福报。法师得智慧，法师得智慧，什么叫法师？两经两佛合，佛教安那大因的因的迄个信徒讲的，讲每一个人伫厝内无代志，拢爱念阿弥陀佛，但是，是啦吼，阿弥陀佛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啥念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真好，好像伊刚听法师讲，同伊讲因的老师就来讲。快点